你能跟我们重复讲解一下当时事发经过吗？请问这样子的话，你会痛吗？他又打到你这边吗？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呢？是恐惧吗？还是害怕呢？他心里说明一下吧。请问你是害怕到无法用言语表达吗？那你是很痛吗？你当时是会很痛？那请问我可以摸你吗？